赵露思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？你觉得第一印象和现在拍戏已经慢慢熟悉以后的她有什么反差吗？见到第一面挺可爱的，然后呢接触下来之后两个字儿，幼稚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毕竟都是同龄人嘛，对。